男护理师怒吼控诉：这些奇葩事别再来乱。家属就突然间压起来哦，护理师讲的话能信吗？你叫你医生过来好了。看不起护理了。对，姨啊，你是不是有在运动？要不要你下班一起去运动啊？这样，他就直接轻轻的抽我的屁股。他说：“我就想说他干嘛？”按铃过去，我想说他可能是哪里不舒服。然后过去之后我说：“怎么了，小姐？我的背好痒，可以帮我抓一下。”啊！你们不是住饭店？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